哪个这羊还热闹呢？哈哈这都是啥品种的了？这么大个儿啊！啊！小尾寒羊啊！豆脖啊！哦，这是发的刚回来是不？这发起来，回来再喂点草。这多少个羊呀？这是？50个羊，你们家这羊个大哦，比别人家的个大，看的。那里头全的是小羊，里都是小羊，生下多少个小羊？小羊都卖了，那里头还有多少个？我听的，就是这个院专门缺羊了，你们在这儿住不？啊，也在这儿住了。啊，不住让人偷走了。大哥，这不住让人给羊给扯了啊！啊，我以为这是谁去放下来？您是老大，那是老二。哦，啊，俩人放的。50个羊还有俩人放的。啊，倒地方了啊！哎呀，这回来这个就跟没饭似的，怎么还饿的吃了？这回来喂点料。这两天是不是地里头草少了？啊，没草。哦，下雪了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说这羊咋饿成这样？啊？这个打了。啥打了？说地里头玉米杆是吧？机器打了，打包了。现在要不打吧，这羊都冬天放出去就草可多了。这是您是老大，那是老二。今年卖了多少个羊羔？啊？啊，不够100个了还。卖了啊，一个也就600-700啊，到不了的。今年好像是到不了600啊。4-5百。哦，那才4-5万买摆上来个啊。种点地。啊，种多少地？16亩地，种玉米啊，种玉米喂羊。喂羊。啊，就哥俩种了16亩地。这羊看着就很饿的，饿疯了，就搁那。这是给吃啥饭？做啥饭了？做啥好饭了？哎呀，看那葱长得不赖啊！葱可长好了。种点葱。啊，种点葱啊！哎呀。哎呀，是不是想吃奶了？这羊都几个月了还吃奶了？卖不了就老得吃。哦，卖不了就得老得吃了。这才剩5个羊了。买的，还有里头还有小小。啊，还有小子了？那里头还有几个小子？刚下的。啊，吃完才能奶了。哦，这大羊也想奶了啊。羊的奶。你多会儿奶啊？待会儿。啊，一会儿它就泡地了。哎呀，出来！哎呀，啊，都进里边去奶去了啊！找不见他那个小羊是吧？哎呀，这可热闹了！我说你们这院里头可热闹了。他找他那个娘了啊，你也找不错啊。他来回跑，你看他俩，没找见，不知道在哪儿呢。哎呀，这是刚下下，哎呀，这是几个刚下下？小，一个小，一个这个小三。5个嘞，4个，啊，有一个下1个，一个下仨啊。
哦，这个下了一个啊。啊，那俩那么大了还吃奶了啊？不行，这才不进奶掉。哦，就下这么大的羊才400-500。哦，今年可羊跌价跌厉害了啊。我锅里。哦，你们这大羊不买？哎呦，大羊不能买。不能买，就下羔子了啊。哦。哎呀，好热闹，这还杀了个小狗。